没有啦，我们这个下棋一样嘛，大家规则讲好了就开始下嘛，你不要下到一半改规则嘛。那现在的境况是，我的案子过程里面我也没有要求改规则啊，下完一局大家要讨论，我觉得这很正常啊，我没有特别想要改什么规则。对，不过还是要感谢，真的我要感谢团队友军，还有所有支持者，我是真的觉得我们不同意的数字非常非常高，是不是？很意外，很意外，这个真的在局内看哦，他没有一天会感受到七关三这种数字。那你最后突然跑出来的话，那个真的是衷心感谢。关于下一步啦，很多人在问，我想讲清楚一点，这个是一现在只是一胜一败的第三场，所以在第三场打完之前，根本没有下一步的思考空间。我有73400票的不同意票。希望我们团队继续在地方经营，继续为台湾发声。我现在讲下一步，那个都是别人的讨论，那个都不会是我的决定。我下一步就是要把第三场补选打完。